你们知道辣椒的果实上面有个洞是什么原因吗？这个洞就是辣椒阴性虫危害的迹象。危害辣椒时，整个幼虫钻入到体内啃食果皮，并排泄大量的粪便，使整个果实不能食用。如何防治辣椒的阴性虫呢？我们可以使用五大绿洲生产的明和苏，稀释300倍液喷，连续液喷2次，每次间隔7天，就能有效的防治辣椒的阴性虫。